我们先看一个韩国的 NCT， 然后 NCT 呢，就是这个地方要总结一下 NCT 嘛 ，For us 就是 totally don't know everything。对，我们不知道，就大家可以除了听说了 NCT 之外，因为我这边想的是，我之前因为我会追他们 SM 的旗下的东西嘛，嗯 ，NCT 好像也是一个大型的实验性的团体。哦，他们好像总体人被非常多。OK， 是不是这个企划应该是一年前就有了？很早之前，一年。然后就是他的各个国家选拔了各种各样的人，对对对，然后组成了各种地方小队。对对对，然后一会儿比如说、哦、一会儿又是十个人出来，一会儿又是五个人出来。哦，那就是我还是知道一点点。Chewing gum 嘛。你知道那个，反正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嗯。然后呢，这个 regular， 嗯，我们现在看这歌曲是 NCT。NCT 127 Regular 10月10号发布的一首歌曲、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反正就是应该最代表他们的一首歌之一嘛，最近的嘛、嗯、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就是 totally 不了解，所以说、嗯、如果说了一些什么得罪人的话呢，就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请您包涵，不知者无罪，好吧，真是一点都不知道，一个人都不认识。嗯，我还经常分不清 NCT 9% NPC， 就这种 regular 的意思是普通的、正常的。我现在的感觉嘛，就是一群年轻的帅气小伙子的精神。他也很帅啊，站中间站了三次了。一二三四五
看 NCT 一共多少人，你要看127有多少个人。127就够了。哦，那我刚才怎么数了10个人。NCT 不是那种传统男团， NCT 会以城市为单位按顺序推出各个小分队，成员人数没有限制，目前是18个人。 SM 新推出的新概念组合，NCT 意为无限扩张。然后 NCT U、 NCT 127、 NCT Dream。 NCT Dream 我知道，那个 Chewing Gum 就是他们的歌曲。你给我放下 Chewing Gum， 我是不是好像听过？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那个 QQ 上面应该有听过一个什么歌，然后就被推了，就我就去查，哦，去看了个 NCT， 我说 NCT 什么鬼，然后去了解一下，后来我就听到了 Pentagon 的那个 Gilly Gilly， 但是我就对 Gilly Gilly 更有印象了，他们我就没有继续 follow 下去。对 NCT 我不是很了解。我们都不了解啊。 OK， 那就反正是，至少这个是 NCT 127首尔小分队，9个人。然后刚才我不是说了，我觉得我们打开方式有点不对吗？好 why 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哈？打开方式不对，不是说我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这个做的不好，或者他们有什么问题，纯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该这样第一个看这个，就跟那个你懂，就跟我是安利你看一部剧，然后我说某某剧很好看，你必须从第五集开始看，对，你从第五集开始看了，你就会觉得说就有点我这个就是我就看着看着我就看不进去了啊，就因为我就觉得 everyone， 一是你每个人都不认识，二是你还是试图，因为我们都不认识，所以试图想在他们身上去找其他人的影子，就其实对他们本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然后呢，这里面也就是惯常的那种 rap 的那种说法，而且表演方式，我自己看这个我会觉得不吸引我。 SM 在整个企划里他没有在突出各个每个人，他没有在突出某个人，而是在突出整个团队的一种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在说，哎哦，终于出来了一个大特写，到这儿的特写，其他全是那种 morph 啊那种。对对，就是我就觉得，就一群人你也分不清楚谁是谁。那可能这就是企划方面的本来就不一样，就是我想让你知道，对他打算嘛。对，我是打这个牌子，而不是打某个人。就不像我一般的组合。那目前这个看来呢，我这边就是一群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在那 dancing rap and nothing else。这首歌呢还可以 ，SM 也一贯灌输了他们 MV。好看高级的做法，其他没什么。然后反正有一些个别的那些我不是很喜欢的那种，但那个不存在，就是我不喜欢，纯粹只是元素上的，对对对对，表现上的不喜欢，就跟他们人没什么关系，对，反正也不认识。就是如果就是我也希望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在评论里安利一下，有粉丝哈，对，可以给我们来点就是那种可以看的，对，就是比如说你们一般的那种惯常安利方式，就是不是这样，你入坑的时候，哎，对吧，就你入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好，说完韩国的这个实验性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 Boy Story。